刷呢个强强嘅行业。我相信引用着一个行动，来向一个不义嘅监管，来发出一个声，留着一个话，就是要解通知者，解讲一句话：白白是人，白白是父母做成嘅，咱要求嘅是一个公道甲治理，咱要求嘅是一个监管。那么下下感谢着，来自咱南关山，咱的山东奥义员。